单一的结果。It's okay not to be okay. I am here to stay.廟街，一个充满色彩又奇特的地方。在这里有一间很出名的餐厅，每日都有不同的人出出入入，有男有女，有老有嫩，有不同的肤色，有不同的国籍。不过他们不是来吃饭，而是来拜访一位传奇人物，人人都叫他做廟街神父。我好細個已經接觸廟街，因為咧我好中意行廟街嘅。廟街就係一個好城市嘅周邊，但係咧佢又埋藏咗好多大家一啲鮮為人知嘅故事。我揾咗神父咧，揾咗好多個地方，因為咧原來神父咧喺廟街嗰度好忙嘅。神父一個神職人員咧係住一個應該係比較市市正正啊，有 lift 啊，或者係一個好光猛啊嘅地方。哇！佢日日咁樣上上落落，上上落落，係一個77歲嘅老人家嚟講咧，其實咧每日都好吃力。應該係呢度啊。Hi， 神父。哎，歡迎歡迎光臨。打攪你。新年快樂。新年快樂，新年快樂，新年快樂。好在你識中文，我啲英文係有限公司啊。你嘅英文好過我嘅中文。啊，唔係，打攪曬，打攪曬。你好啊，神父。我咧聽到好多朋友咧就講你嘅故事俾我聽。你係澳洲人，但係點解會有一個諗法會嚟香港呢度去幫我哋香港嘅一啲朋友咧？我嘅會獻主會係全世界多數國家有學校有聖堂、服務教育等等。40年前喺香港唔教人，佢哋揾多人幫手，跟住我義工嚟香港。85年我嚟香港，初係九龍城馬頭圍村聖母院堂區做嘢10年，跟住大嶼山6年，跟住翻呢度已經14年喺呢度。神父就係住喺呢一間100尺嘅劏房入面，過住簡朴嘅生活。呢一雙手每日做嘅事看似平常，但絕不平凡。點解你會揀咗廟街呢個位置，同埋會住喺呢一度？我好中意簡單啲嘅生活，呢度好容易揾我哋。我哋24時去幫人。俾我個感覺，廟街神父就好似睇戲裏面流民醫生嗰個感覺一樣，佢好貼地嘅，對住啲街坊咧，好似咧所有嘅街坊都好似兄弟一樣嘅。有咩需要嘅咧，你嚟揾神父啦，神父一定會幫你嘅。神父喺廟街開咗呢間餐廳。第一个入职条件就是要有案底，因为他相信善与恶之间，每个人都有再选择的权利。我知道呢度请的所有员工都是一些更新人士，系其实点解亦都会有呢个构思？因为呢啲人平时很难找工作，未必很多人请他哋，但系佢哋好勤力，我哋好开心佢哋喺呢度做嘢。厨师梁哥就是其中一个被神父救赎的人，他当年离开戒毒村之后，在最彷徨无助之际，庆幸神父给他一个机会，为自己的人生再选择多一次。我在戒毒村出来的，他会安排一份工给我，还有给一个宿舍给我住。其实我觉得最重要不是这两样东西，神父最重要是可以令我们可以从头在社会上工作，即是重新踏入在社会上。因为你问心，你帮一个人，你不只是说给份工你，给个人工你，给个住宿你，重点不是这样，重点是可以令我们可以重新去振作，和重新去适应社会的环境。这间餐厅除了温饱肉身，还可以温暖心灵。这里有一间房，凡是遇到困难的人都可以过来寻求帮助。这间房的主理人叫 Lucia， 她因为一次行善遇上神父，深深受到感动，自此追随神父的步伐，帮助受苦受难的人。我成日都说没有神父根本我们不会继续做到这件事。神父是一个很大爱的人，他什么人他都喜欢的， even 呃他阿神父都會原諒佢，即係你明知佢呃你嘅，咪俾佢呃一次咯。我會喺神父身上學到嘅就係話，諗一諗先，
唔好即時拒絕佢先。神父都會教我俾多次機會佢啦，咁樣。喺廟街嘅角落，神父都有其他安排。佢為好多無依無靠嘅人提供棲身之地，好似呢班離鄉別井嘅外佣，因為種種突發原因，俾僱主趕離屋企，流落街頭。好彩得到神父伸出援手，俾佢哋一個温暖嘅避風港。我頭先喺臨走嘅時間，我見到一個好可愛嘅 B B。咁我就問這個 B B 係點樣嚟嘅咧？點解會喺呢度嘅咧？原來這個 B B 咧個媽咪咧係一個菲律賓嘅姐姐，因為咧犯咗法，佢喺監獄裏邊，依家咧就冇人照顧，所以咧佢其中一個職員咧就係監護人。咁有其他嘅姐姐咧就係一個好似 boarding room 嗰度住，就去一齊幫手去湊大呢個小朋友。我覺得大家都係喺一個好苦難嘅情況下，但係咧都盡咗佢哋嘅愛去照顧其他人，呢樣嘢咧係唔係用錢可以買到？喺香港，廟街係最好熱鬧嘅地方。廟街呢度嘅人好特別嘅，有好多人需要幫手，好多人啱啱出家廟，吸毒者、露宿者、難民人，呢度嘅人好好朋友，所以我去呢度做嘢。好有意思。同是天涯沦落人，繁华背后的庙街聚集了一群被社会遗忘的人，神父就好像他们生命中的救世主，甚至改变他们一生。 Raymond 就是其中一个，他由以前吸毒贩毒到现在帮人戒毒，全因为神父在他坐监的时候埋下了一颗善良的种子，成就另一个好人的诞生。我刚才在麦后都跟你聊过天，你说喂子善，我都是在这头叱咤风云过的，你可不可以讲下你的故事？最惨痛的就是坐了六年，就是去买个买就找就被官判了六年。因为时间在个監房裏面時間長，咁樣就當初都好奇怪嘅。每個禮拜都會見到一個老人家，六七十歲嘅老人家，拖住一個夾，風雨不改，咁入嚟叫你信耶穌。佢會叫你勸你去改過，勸你去出嚟要重新做。因為就係咁嘅關係，我就係咁樣俾佢打動到我。我話如果定係我出翻嚟可唔可以學到神父咁樣可以去即係咁有愛心去幫人？咁啊好在出翻嚟之後幫翻呢一區嘅吸毒者。有時真係原來唔係好人先可以做善事嘅。好似我哋啲十惡不赦嘅壞人咧，原來都可以用翻我哋呢幾十年嘅吸毒經驗，去幫助翻人嘅。當我知道一個77歲嘅老公公仲咁身體力行去幫助一啲有需要嘅人嘅時間，我好 power 神父。我覺得原來咧，神唔係喺呢度，喺我哋身邊。神愛世人，從來都唔係高高在上，亦都冇界限嘅區別。無論係咩人，即使最大惡極嘅人，地位卑微嘅人，廟街神父都一視同仁，一樣咁愛佢哋，關心佢哋，拯救佢哋。神父，你覺得自己係咪一個好人啊？我唔係好人。點解咁講咧？因為做呢件事係應該嘅。以前好多人對我咁好，好多人俾機會我，我好幸福嘅。我想對其他人都好。我看到神父和他的一些弟兄是無限量去付出愛，而且盡量去在有限的資源去幫助這些有需要的人，他們是每一天都在做這件事，那我就覺得那個能量是非常之大。我剛才都跟神父說希望你的工作會越來越少，因為就證明了這個世界越來越美好。我其實做了暫托家庭都有四年噶啦，當中我暫托過13隻狗狗啦。喺偉哥嘅攝影生涯裏邊咧，呢一支鏡頭可以幫到好多人。我真係估唔到一張相片咧，可以咧有咁多嘅故事啊！
饲养宠物是一生一世的承诺，但如果是一只有心脏病甚至是残疾的狗，你又有没有信心可以坚守这个承诺呢？有一个人暂托有健康问题的狗，陪伴他们健康地成长，直至得到善心的家庭领养。他是一个好人 Christy。我其實做了暫托家庭都有四年㗎啦，咁當中我就暫托過13隻狗狗啦。開頭我接觸嘅時候咧，佢哋都真係會唔開心嘅，因為有一啲就可能真係身體上面有缺陷啦，例如佢得三隻腳腳，佢哋喺生活上面可能係有少少需要輔助嘅地方啦，但係更加多嘅情況係佢哋心理上面嘅問題咯，可能佢哋喺繁殖場唔係受到一啲好好嘅對待，咁當佢認識一個新嘅環境嘅時候，好多嘢對佢哋都係新穎啦。例如我呢只狗狗 Candy， 佢而家就大概10歲啦，佢7歲嘅時候離開繁殖場啦，佢係連落樓梯都完全係冇概念點樣去上落樓梯咯。佢都未落過樓梯。係啦，就係可能七年都係困住喺一個好細嘅籠嗰度做媽媽咁樣樣咯，甚至可能嚟呢只狗就稀疏啦，佢出到嚟嘅時候咧，可能因為營養或者照顧都冇咁好，啲牙仔已經真係好差啦。佢做一啲手術啦，然之後再點樣去適應翻一隻狗狗正常嘅生活，或者係真係陪佢去度過呢一個適應期咯。照顾伤残的动物要花费更多心机和时间，因为他们可能曾经受到不人道的对待，对人类失去了信心。Christy 悉心的照顾令他们生理上恢复健康，同时亦付出无微不至的爱治愈他们的心灵。我觉得暂托给我带来的成功感其实是很大咯。暫托就係好似一個短暫嘅收容所啦，或者一個療養院咁樣嘅角色，就係幫一啲機構去分擔一下喺照顧上面嘅一個責任咁樣樣咯。咁就係會帶只狗狗翻去我自己屋企，即係當佢係自己狗狗咁樣養，咁就希望喺我養嘅時間就可以啲狗狗重新適應喺屋企嘅生活，同埋亦都可以提高佢哋被領養嘅機會咯。每次接收不同程度受伤的动物，看着他们情况好转，虽然很有成功感，但随之而来的结局总是带点悲伤。我第二只领养的狗狗，它上年过了身，它是一只白色的狗狗来的，它就是没有一只脚趾，没有一只眼仔，还有很严重的皮肤病，也是没有牙仔的了。就暂托了一年，都真的没有人问过对它有兴趣。我就跟我男朋友就说不如我们领养它，因为始终它其实当时已经10岁了。估不到一个人可以对流浪猫狗会有这么有爱心。而 Christy 係一種可以講得出、做得到，所以作為男朋友嘅我都好支持佢嘅。佢亦都上年因為一啲長期嘅病患，再加埋年紀大，當去到後期，醫生不停咁同我講話不如你俾佢舒服咁走啦，因為佢個肝係已經零 function 㗎啦。而最後真係好舒服咁樣喺佢自己張牀嗰度啦，我哋全家人都係陪住佢，咁佢就慢慢瞓覺咁走咯。好感恩可以識到 Christy 呢個好人啦，佢啲狗狗又好得意啦，三隻係唔同性格，然之後有一隻就比較懶啲嘅。有一隻咧，雖然佢得三隻腳仔，但係咧就比嗰兩隻有四隻腳仔健全嘅，又跑得快過佢哋。咁亦都喺度睇到一個道理嘅，就係話三隻腳都可以跑得快過四隻腳嘅。我哋人如果四肢健全嘅話，為一個樣嘢係咪應該要更加俾心機去生存啊？更加正能量啊，去生活咧。有冇想過幾時退休啊？我想咧，我呢一生人裏邊，除咗我真係個身體唔健康啊，或者咩之外，我諗係我係退而不休嗰啲人。退休係人生下半場嘅起點，每個人都有唔同嘅選擇。有人退休之後無所事事，有人退而不休去做好事。
我是偉哥，我今年74歲。退咗休之後咧，就做呢、這個，因為我好中意影相啊，所以咧做咗攝影義工。喺你做攝影義工之前咧，其實你係做咩工作㗎？退休之前咧就係做呢個飛機維修嘅。退休咧，我諗住啊咁多時間做咩咧？我以前又好中意影相嘅喎，影相可唔可以幫到人咧？就無意中咧就揾到啊，有啲機構係揾呢啲咁嘅攝影義工嘅。一陣間咧，我又會同你去影一個咧婆婆。咁咧，而家我哋就起程。鄭婆婆，你依家幾歲啊？唉，96噶啦。96啊，咁精神嘅。有冇同啲仔女啊、孫啊咁噶？有錢有，我都好多個孫。有冇嚟探你啊？探你，好少啊。好少啊，因為佢哋工作好忙啊，係嘛？等一陣，我話幫我哋幫你影下張靚相啊，咁樣留紀念啊，等你開心下，好啊。好啊。用眼對焦可以為對方留下影像。用心对焦可以为对方送上温暖。其实影相只是过程，陪伴才是最重要的一环。在这条缤纷小巷里面，伟哥和子善陪伴郑婆婆度过了一段美好的快乐时光，为她的人生增添一点色彩。以为帮紧婆婆拍一张相去给她留为纪念，调翻转头得着的是我们自己那种快乐啊，同埋一种能量。光阴不会为任何人减慢流逝的速度，但是光影可以凝住美好的一刻。有人劳碌大半生，到年华老去，才发现自己没有留下任何倩影。伟哥的镜头正好弥补他们人生的遗憾。哇！呢幾張好靚，係啊係啊，係偉哥，喺你咁耐以嚟影過咁多嘅人，咁多個 model。有冇啲故事係好深刻？影完之後，哇，係好開心嘅。又話啲影完之後咧，有一次，哎呀，即係好傷感嘅故事。係，好傷感嘅咧，就係同一個臨終嘅老友記啦。咁因為佢冇遺照嘅。佢就好希望有人同佢影一張咁嘅遺照啊。咁我都掙扎好耐啊，因為呢啲好負面嘅嘢，咁傷感嘅。即係幾乎好似係送佢鐘咁上下，最後一程啦。係啦，咁嘅時候我諗咗好耐，成個月啦，先至覆佢話好同佢影。因為諗極咧都唔會有人同佢影㗎啦。咁於是我覺得啊，呢件都係好事嚟嘅，做幫佢做。佢影完之後咧，呢個人好開心啊！睇到我哋俾佢睇翻嗰張相啊。咁佢哎呀好開心啊！從來冇嘅，幾乎攬住我哋咁滯啊！咁我覺得係呢個真係好感動啊！雖然遺照即係畢業相啦，我哋叫畢業相係一啲好傷感嘅事情。不過咧，調翻轉頭喺呢個傷感嘅事情之中咧，其實咧都有一點甜，都有一點能量，同埋係快樂嘅。起碼我就係幫到呢啲人，係嘛？簡單撳一下快門，唔單止記錄低剎那間嘅影像。背后仲联系住伟哥同被摄者之间嘅情感，一张相既系瞬间，亦系永恒。喺伟哥嘅摄影生涯里边咧，呢一支镜头可以帮到好多人。我真的估不到一張相片可以有咁多嘅故事啊，都可以帶動到或者俾到一啲愛同埋能量呢啲需要嘅人。一個好人呢個節目令我發現呢個世界有時係好苦，但慶幸有一班好人默默付出，為呢個社會送上一點甜。佢哋未必係偉人。但是他们的内心和行为一样可以很伟大。我很想告诉他们，你们一点都不孤单，在身边还有很多好人一起努力的。我希望透过今次的上展，将这么多位好人联系在一起，大家互相认识，互相交流，每个人将自己那份力量拿出来，相信可以变成更强大的力量，去幫助呢個世界。
日見翻咁多位嘅好人咧，係好開心嘅，同埋係好期待嘅。最想講嘅一句説話就係希望咁多嘅觀眾咧，可以感受到佢哋嘅嗰個嘅正能量，嗰種愛，嗰種無私，同埋遇到呢啲身邊有呢啲朋友啊、家人都好啦，去支持佢哋做呢啲義務工作啦，俾多啲能量佢哋啦。咁咧，今次咧好多謝你每一位抽空嚟到呢個相展啦。咁咧，我咧就好想知道你哋每一個好人心目中嘅好人嘅特質，同埋嗰把尺點樣先可以成為一個好人呢？其實最需要係行第一步，行出第一步之後點樣去做呢？就你自己決定去點樣俾你嘅愛出去。見到人哋有要幫忙咪幫咯，係啊，同埋唔好為求回報、為求出名呢啲嘢。我成日都話，如果你為咗呢啲嘢唔幫人，佢就幫你幫人，最緊要係為求個心，係啊。我覺得生命咧其實有限嘅，唔知幾時會熄燈。咁我退休之後都唔知幾時會走，咁我就希望咧即係將剩餘嘅時間咧就做正確嘅事。我自己就係隨遇而安嘅，天父俾咩功課我就做咗佢，我就係咁簡單嘅。我教啲傷殘人士啦，其實我哋或者教啲年青人啦，我哋可能面對我哋心入邊嘅唔順境啦，或者工作邊唔順境讀書啦，但係原來佢面對緊生存嘅困難。我初心除咗我哋真係幫人，其實幫翻人，其實我哋真係幫翻自己嘅。點樣或者一個好人？真係唔知點答，淨係想幫到人，幫到動物咯。四個字：身體力行。我會將我曾經係人哋教俾我嘅嘢去教翻俾人。我可能未必係最有天賦嗰個，但係我就會好努力去將我有嘅嘢教俾你。做義務工作咧，係唔好諗人哋會唔會呃你先。其實真係冇諗過點解要停，就係活到老學到老啊嘛。咁咪繼續去學，咁咪繼續去做咯。所以我覺得應該冇得停。我哋一起同一個心一起去做義工，都是用一點心出嚟，點去幫側邊嘅人咯。咁我哋就選擇咗去幫一啲初生嘅嬰兒啦。咁其實我哋做好人嘅實義務工作啦，個過程裏邊咧係好快樂，同埋充滿滿足感嘅。其實除咗自己之外啦，咁亦都可以令到身邊嘅人嘅生命咧更加精彩同埋有意義。咁所以我哋冇諗過要停噶。不忘回報呢個就梗噶啦，佢哋。但係幫人付出金錢、時間同埋愛，付出嘅唔係佢哋每一位嘅人嘅損失，得到嘅反而係自己。每一位都好認同。咁我哋咧，不如影翻張大合照啦，好嘛？好，嚟嚟嚟嚟嚟嚟嚟 ，yeah， 5、4、3、2、1 ，yeah！